破绽一，发生紧急状况时，空姐先为乘客戴上氧气面罩是假的。因为当飞机出现紧急情况，比如试压，人体可能会出现意识模糊或严重缺氧，所以请您记住，当飞机出现紧急情况时，请您先确保好自己的生命安全，佩戴好氧气面罩，再去帮助其他旅客。您答对了吗？就帮助他人同时先帮助好自己，自己要有氧气。其实当时我犹豫了一下。啊，你不用再说了。啊，不用说 了。我的明灯不够了。够了。破绽二，发生紧急状况之后，空姐说了一句，请大家带上贵重物品跟我一起撤离，是假的。因为飞机机舱内是很狭窄的空间，所以当出现紧急情况需要撤离时，请听从机组的指挥，不要拿任何的行李和物品。您答对了吗？好的，那本一轮的找破绽大家都一分都没有拿。那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专业来参观吧。好，出发。老师怎么走啊？坐车嘛，室外其实挺远的。好的好的好的。今天天气好好啊。是的。学校真大呀，真的是跟公园一样啊。想要营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哇，这他们在军训吗？这个地方是空保专业的一个实训场地了。好气派啊。集体作业，左右支持，右等待，一二三。哇，来，我们往那边走。老师好。老师好。王教官好。你好你好。各位大家好。大家所看到的是我们民航空中安全保卫专业的同学正在进行我们的格斗训练。那么空保人员作为我们控制机上秩序以及安全方面的人员存在，他们主要针对一些扰乱事件、非法干扰事件进行处置。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启乌苏不服来战环节，我们将跟空保专业的同学们进行三个项目的比拼，每个项目十万兄弟都派出两人参加比拼，只要你胜过了空保专业同学，你就可以得分。好，现在我们来换上空保专业同学的制服。好，来哦。去。那么今天各位老师需要挑战的是这个轮胎的一个翻滚。咱们这个轮胎的重量300斤，往上走。那么我们设置的这边是起点，那么这边白线是我们的终点。两个人一组，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300斤，翻吗？翻吧。好吧。哪两位来挑战这个项目？你是跟我一起吗？上场准备，加油！小五加油！加油！五一哥，这是，我觉得五一肯定厉害，因为他手臂力量贼大。准备。三，加油！加油！用腿，用腿！二，好重啊！300斤，小五，加油！我小五这么重，加油！这一下。我弄不起，加油加油，五一加油，加油！啊！恭喜小五挑战成功，可以赢了，赞！我们的空保专业同学们服不服？不服来战！
个项目的挑战，紧急救援。选手从起点出发，绕乌苏九坪半圈，然后跑回起点，最快的人即为获胜。为了模仿的更加真实一些，我们采用搬真人的方式来进行比赛。首先，哪两位来挑战这个项目？我。哇！请你们各挑选一个兄弟作为你们搬运的对象。70公斤，多少？70公斤。63。68。68。我67。你怎么有68呢？但我觉得这个应该短一点。不是，好白眼是吧？来，各就各位。十万兄弟和空宝专业同学，我们准备。你那个脚抵着我的脚跟。开始。你为什么那么累？为了不让自己颠簸，我收紧核心，憋气憋一路。那恭喜十万兄弟刚刚获得了2分，各加1分。空宝专业同学们，怎么回事啊？服不服？不服！我们第三个项目是固定滚轮的项目。教官，这个是什么专业要练习的呀？飞行专业，主要是在这个飞机旋转的过程中啊，然后考验你的正常的一个平衡性。十万兄弟是谁出战？只有我和九州没出战了。这个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我们的手必须要抓牢，脚必须要抵住。半分钟，看大家谁转的圈数多。开始。一。再游一下，帮我。三。再来一下，你要靠惯性给他力啊。1、4，好了，加油，博远。1、2、3、4，好了，加油，博远。4、5、5、6、6。哇！加油！6。好的。没事啊，不行你就喊停啊。时间到，来停。